呃，孙中山毫无疑问的，我用他。孙中山整个逝世的时候，最后在病床上，他喊的七个字就是“和平奋斗救中国”啊。所以我在我的两岸关系的路径图里面，比如我认为说两岸应该结束敌对状态，然后走向和平，这是第一个。两岸和平以后呢，走向两岸的融合而、啊、融合。两岸融合以后呢，再走向两岸的统一。第二个呢，在这个过程中的时候，孙中山讲的是“和平奋斗要救中国”。 旧中国这个概念代表什么？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。孙中山用的四个字叫做“振兴中华”。那按照大陆的讲法，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，让中华民族能够抬头昂然地走向全世界，让得到全世界人民对中华民族的尊敬。我觉得这是我们完成孙中山理念一个最大的使命之所在。